我们先来看这台 Elmo 的 K100SM 80米那个放映机。那它这台呢有这个放映机本体跟还有原厂的这个电源线，当年原厂电源线，跟一个放映盘。那这个放映盘因为它摆放的问题啦，所以我先跟大家说一下，就它这个放映盘有些地方已经像这边有没有已经有裂，不过它整个结构看起来还是有一个整体，只不过它有那个部分地方有一些裂，那先跟大家先说明一下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那它原本是装在，它就是原厂都是附一个放映盘啦，看一下，好，那我们现在直接先接电源。那电源在这后方，电源在这个后方的位置，我们看到这电源，我们把它接上去，电源把它接上去。那这个电源开关在这边，看到，它这个通电还是可以过电啊。这个还是可以过电啊。那它另外一个杆子是在这边，另外一个杆子，这样子弄上来，就是这样，两个杆子。那么像目前是知道是它可以过电的，它可以过电的，那其他的功能我们就不太清楚了，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制造商。现在目前知道的就是这台机子，它可以过电，大家可以看到，那其他的功能，如果你有一些专业的设备，或者是放映的一些它的相关的东西，也可以去做一个测试，那要来现场看实机也是可以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Elmo K100 的这个视频，谢谢。